爱卡好好卡香的。两边台湾城。
口三口说。
新红新强，天新红新强，天新鬼灾，天新鬼灾，人民上帝殿下，人民上帝殿下，为赵明超度发会之大师，为赵明超度发会之大师，请你地主，请你地主，定定。上天真天命，祝领上天真天命，万起三座普渡，万起三座普渡，修完修完，依来依来，兴旺上天慈悲，兴旺上天慈悲，祝天神仙仙佛庇佑，祝天神仙仙佛庇佑，弥勒告诉我。Yeah.
事规矩，岁数规矩，十二岁，二十三日，新时，规定。三班大弟念名注册，百科所，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再，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海扣手。要得胡问的参加，不得胡问的没缘分。我碰的一起跟着办。万万行意，一问地主信书，一问地主
九站，一载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载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载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载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载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载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载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载三四五六七八九百够数，请所以功德齐如来。现在我们恭请天命传承为我们开示讲道。
上班处处发挥。报表是的领导，报表是的信众，处处参与这次的大会，该有功德。向天王、万神佛祖、关圣帝君开示，凡是参加处处的这个大会发挥，凡有所贡献者，由上天降福庇荫，该得祈福。以下向着法界这亡灵、亡魂、鬼魂、孤魂野鬼宣布。分作三路，道分三路，各有归宿，各有去处，请天天上帝率领天兵天将监督分班。第一路，请到中天玉皇大帝，就位代替上天，对有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法国人等，凡是中医之师。凡有功德者，该封以祭天神仙之高位，请到南极仙翁带入神之高位之心灵，到了世界终极昆仑山玉虚峰的所在。向元始天尊报道，在昆仑山的所在修道学艺，修道学道，未来照着中天玉皇大天尊的玉旨，世界各处去接人受洗，保佑黎民。第二路，请万教道主、我教圣人临场，派下天使，派下神子，引进凡有缘分，在宗教信仰亡灵信徒归宿归入中大庙寺、道观教堂等，去继续修道、继续学道。第三路，山边海角、陆上海面，凡所亡灵、鬼魂、孤魂野鬼，暂受天恩，恭请东岳大帝、洪都大帝领导各地区神王爷、各地区福德精神，将所有亡魂、亡灵、孤魂野鬼集中列队，恭请地府十殿阎罗派出阴兵阴将，将亡灵、亡魂、孤魂野鬼领入地府，恭请地藏菩萨
派下仙佛以及菩萨，在地府地界之处讲经说法，使着所有亡魂心内的不满、心内的怨恨、所有不满之处，来洗清万弄不伦，处处大会地心公播下降阴灵，各宗教信徒亡灵以及归向地界去处亡灵亡魂孤魂野鬼等各归之处都有归宿，今后未来各依各位鬼魂亡魂所修的好因果，未来在降世南瞻部洲人间再来求了上天的真道，明明上天在上，宇文地主无白玉，奉天神运，奉命信徒真宗正脉，第三代天明传承，依照尊荣大帝，天天上帝，即刻是在此发出指令。在这个所在工作，所有亡灵各有归处，各有出路。大江之岛，由上海面步入国泰民安，由上天慈悲，凡是不敬之人，该受其因果，自作自受。政府官界、事业家、企业家。凡是危害国家民生，甲地基因果受制裁；凡是万民忠义为主、孝道为先、精神社会因果立地者，将受天恩殊德，福德积福，各享其乐。各位亡灵，今将受天恩，这次的法会不是一般的法会，这次的法会是冥冥上天三天主台，也就是皇君老祖，也就是木工金母，是本王无极上天太极天王的因素意志，所以各位的亡灵才可以有这次的发挥来超度。在这个所在，还向着各位的亡灵来交代，依照三路的分处，各归基础，各有基础，好好修道，未来请上天慈悲，祝福各位在出世南瞻部洲来得了上天之道。各位先贤大德，地方不妖，一方面来感谢着咱的法会筹备主办委员会，咱的负责赵立东贤达。以及国庙寺的负责国庙寺信徒，以及本土大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以及各位工作人员，该得天禄，影响天禄同受祝福。等一下，咱有一个道喜礼节，道喜礼节一方面。
就是要求上天，让咱以后万事圆满，身体健康，人生平安顺利，台江经济无日国泰民安。第二，也就是要在世事关怀以后，请到三路的神仙，将到所有亡魂亡灵，都分三路带回归宿，带回去处。地主吴国勇在上天明明上帝之前，三天做代之前，在诸天神圣真佛、妈祖、天上圣母，所有神奇之前，感恩谢礼。地方吴国勇在各位在座前贤大德之前，来祝各位新年将到。今年祝伊万事圆满，祝咱得到上天的天禄，以后经济充足，以后人生福禄，多加一段路，来祝各位一切平顺，万事圆满。感谢各位，谢谢大众。传承开始，祝各位，恭喜大家，多吃万年归根之素，含多归多，却是不能得了上天之道，年纪轻时。或者是年纪老迈，最后也是一条亡魂，不能有归回上天归根尽宝。咱以后大家拢爱得上天的真道，才会当归宿比天，才会当回故家乡归根尽宝。祝各位，谢谢大家。再叩三叩，一叩一叩，再叩三叩，一叩。
三个，一个，一个。